受限制的问题啊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，就是我们原本签的这个合同，它的内容是这样子的，我就简短的把它的那个重要性给它读一读。甲方按照乙方所得70%支付给乙方。甲方是谁？小木哥。乙方就是所有给他签合同的人、团队、聚众的人。很多粉丝家人们可能以为啊，我有一点点的心情，说这个小凤小凤做自媒体刚开始做那么辛苦，做好了之后无偿的帮助你们，你们要懂得感恩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我们来接着往下看，这个70%就是说乙方所得，另外的30%呢就是甲方所有，还有这个所有团队的账号全部归他们管，账号全部在他们手里。再就是这一项啊，就是说小伟今天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环，就是那个有没有被限制的问题。乙方在合同期间内不能注册包括家庭成员中的兄弟、父母、妻子的今日头条，需由甲方同意并自动加入甲方机构方能注册。这个还不算啊，下面还接着就是，乙方在合同期内不能出现在与本公司无关的今日头条账号视频里，就是不允许出镜的。原本很多家人们说小木小红是怎么可能啊，这是就像二娘没给他签约吧，就是我们拍了，为什么以前我们跟他们家其实经常没时间，最少也过去走一走，到现在我就自觉，我这人我走路我就不走他们屋门口，就走后面，就走大马路，有的时候去汉哥那里玩一下也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去了的话，我也不想人家看不起我的样子，说心里话啊。本签约头条号这个我们就不讲了，我们就来讲下面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可能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是不是霸王合同，是或者不是我也不知道。因前述原因导致合同终止，假如说你去其他视频里面上镜了的话，要追究责任的。因前述原因导致合同终止或解除，甲方有权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万。这个数字的话，可能很多人谁去敢违这个规哈、啊？你要去不小心，要是被不是聚众里的人拍到了，你就会赔200万。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原因，并赔偿甲方受到的直接和间接损失。这个后面这个损失就不要说，就是这个200万，像农村人怎么可能赔得起？卖房、卖车、卖土地啊，卖掉的话可能也凑不起200万，真的这个非常有约束力。就是村子里面，你说拍这个自媒体，很多家人们哈、啊，作为通情达理的家人们，你们说这个自媒体平台有这么多的创作者，在其他的创作者里面，或者一个村庄里面有多个做自媒体的，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限制？是不是平台给我们的限制？我想问家人们，我说我受到了限制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接下来小伟就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些把它拍下来，我只想证实一下，在哪个村子里面拍自媒体有这么大的制度，有这么大的限制，我有没有受到阻挠？受到阻挠了吗？这个就是乙方在合同期内不能注册包括其家庭成员的兄弟、父母、妻子的账号。
还有下面最下面就是那个合同的赔偿200万的，不知道这一段是不是帮助或者是限制我都不知道啊。还有原本说的不准出境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合同上面是写的清清楚楚的。